大家熟悉的印尼大多是地震、火山、海啸、排华、外劳等等，除了这些之外似乎所剩不多。雅加达台贸中心将提供其他资讯供大家参考。印尼位于马来西亚的南边以及澳洲的北边，是一个由五大岛组成而且有赤道经过的热带国家。整个土地面积大约是192万平方公里，是台湾的53倍大。从印尼的最东边到最西边的距离有6435公里，岛屿有17508个，所以印尼也被称为是千岛之国。印尼主要是由五个大岛来组成，由大而小依次是加里曼丹、苏门答腊、巴布亚、苏拉维西以及爪哇岛。爪哇岛虽然是五大岛中面积最小的，但是却是印尼经贸活动最热络的地区，一般的企业总部都是设立在这里。另外呢，因为它的各项基础建设比较完整，工业区的数量也多，是外国投资者的首选的地方。爪哇岛的主要城市呢，有包括了雅加达、泗水、万隆、三宝隆、锦里文等地方。这些城市呢，也是我们台商企业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据点。另外呢，整个印尼的人口有六成是居住在这个爪哇岛上面，整个爪哇岛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一个岛。印尼人口数约有2亿5千万人，是台湾的10倍，同时也是全球第四多的一个人口。人口高度集中在主要的都市，首都大雅加达地区的人口就高达了2500万人，是全世界人口第二大的一个都会区。另外呢，印尼也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，大约有87%的人是回教徒，10%的人呢是信奉基督教跟天主教，其余将近3%的人是信奉印度教。所以呢，印尼也是全球信奉回教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。另外呢，我们再来看看有关2014年印尼的重要经济统计数字。印尼呢，在2014年举行总统大选，受到政治的不确定因素影响，经济成长率创了4年以来的新低，只有 5.1%。但是呢，明年 IMF 预估可以达到 5.5%。另外呢，2013年起的通货膨胀指数 CPI 都高于经济成长率。停滞性的通货膨胀影响，印尼物价持续的攀升，企业获利来降低，人民实质的所得也减少，因此呢，衍生了劳工要求加薪。2013年起，印尼工会进行罢工示威，要求加薪的情况频繁。劳工每个月的薪资呢，从2012年的150万印尼盾增加到2014年底的270万印尼盾，两年之间呢，增加的幅度高达了80%。未来工会动员罢工要求加薪的情况将持续会进行，这也是影响未来印尼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数。另外呢，印尼盾从2012年起持续来贬值，从1美元兑换9600万元印尼盾，到2014年变成1美元可以兑换12550印尼盾。两年之间的贬值幅度高达了31%，这对印尼进口直接造成了一个影响。我们更进一步来看看台湾跟印尼之间的双边贸易情况。台湾是印尼的第九大出口国，2013年台湾跟印尼双边贸易总额是124亿美元，其中台湾对印尼出口有52亿美元，台湾自印尼进口有72亿美元。针对台湾自印尼进口72亿美元的部分，其中有关油气品项进口额是21亿美元，大约占了 30%。 其他主要进口品项包括镍、锡、铜、铁、木制品、纸类以及橡胶等。台湾是印尼的第十大进口国，针对台湾出口到印尼52亿美元的部分，有关油气品项出口额是13亿美元，大约占了 25%。 其他主要出口产品还包括机械产品、钢铁产品、塑料、电机设备、有机化学品、车辆零部件以及工业用的纺织物等等。整体而言，大多数我国厂商对于印尼市场是比较陌生的，本中心提供
试销产品以及拓销建议，提供我国业者来参考。哪些产品是现阶段适合在印尼市场拓销呢？包括工具机等各类的产业机械、金属五金加工材料、车辆零配件、资讯通讯产品。另外呢，因为印尼消费者习惯前往购物中心进行消费，所以各国的连锁加盟业者都是前来布局。我国连锁加盟业者目前已经有十多家的饮料业者进入印尼市场，未来可以扩大到餐厅、教育、连锁加盟等体系来发展。另外呢，我们也提供以下四个拓销建议，提供我们厂商来参考。第一个，配合印尼经济发展的策略，加强拓销具有竞争潜力的产品。例如呢，印尼市场将汽车列为重要的产业之一，我国业者可以前往设厂，就近供应车厂所需要的零组件。第二个，积极参加印尼的专业展览，拓销印尼市场。印尼当地办展的展览相当多，透过参加印尼专业展览这个平台，是拓销印尼争取订单的最佳方式之一。印尼有许多台商在当地投资设厂，多年来累积在当地相当多的丰富经验，我国厂商可以跟印尼当地台商建立合作关系，共同开发印尼内需或第三地的市场。目前呢，印尼政府建立许多非关税的贸易障碍，目的是希望借由抑制进口来鼓励当地厂商进行制造，或鼓励外资前来投资。我国厂商在印尼设立生产据点，除了可以避免5% 到10% 的进口关税外，以及海关人员的刁难，并可以借由当地充沛的劳力生产，抢占印尼内需以及外销市场。印尼呢，是近几年来各国很重视的新兴市场之一，市场的潜力虽然大，但是它隐藏的潜规则也非常多，所以没办法用已开发国家的思维来经营，只有多方收集资讯，才能够确保企业的永续经营发展。外贸协会所属的雅加达台湾贸易中心，希望可以成为大家进军印尼的助力。任何相关资讯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谢谢。